大家好，这是让你既用品牌又会穿搭的中女孩 Grace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啊！果然竖版视频的播放量好了不少啊，所以我决定开始慢慢的适应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短裤推荐啊，分享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三条短裤给大家，当然都是男女同款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意见增联，我马上开始本期视频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分享第一条短裤，是来自 MAML 的一条黑色短裤。噔噔，这条黑色短裤呢，做到了和其他黑色短裤与众不同的部分呢，就是它的面料采用了瓦夫格纹，镜头离得很远，你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这个肌理和纹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是那种肉眼可见的特别的短裤啊。那这条短裤呢，我购买的是 M 码数啊，裤长呢是52厘米，它穿起来的效果呢，正好在我膝盖上两指的这样一个位置啊，所以这条短裤呢是不会压身高的啊，穿起来呢会非常的显腿的细啊，非常修身，因为它正好这个高度啊，不是这个长度呢，正好可以盖住你大腿的这个赘肉的部分啊，所以这个非常的精巧啊。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在裤脚的左下方呢，它有一个 logo 的刺绣啊，大家可以翻过来看，它整体的做工呢还是非常的工整的啊，一点都不会拉垮，所以这条黑色短裤呢可以说是既特别又非常百搭的一条黑色短裤。下面这条短裤呢，是我6月份购买一条短裤啊，它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条短裤，就在刚刚录视频，我还一直在穿它，所以它上面可能有一些我的生活痕迹，大家尽情的包容一下。那么这条短裤呢，我已经洗过它非常多遍了，但是它完全没有出现掉色啊、缩水啊这些问题，关键是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。我选择这条呢是藏蓝色的啊，最近非常的喜欢这个颜色，而且它非常的衬肤色。那么这条短裤呢，它的材质呢是纯棉的，它非常的舒适，它舒适到你可以拿它去当睡裤都完全没有问题。那这条短裤呢，它穿起来的效果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它的裤长呢是55厘米，刚刚好在我的膝盖上方啊，显得腿也是非常的细的。那么这条短裤呢，它在设计上呢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啊，它平平无奇，但是它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百搭，是我非常喜欢非常推荐的一条短裤。接下来呢，最后一条短裤呢，就是这条纯黑色的平平无奇的短裤啊。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种平平无奇的衣服，因为这种衣服呢，就是你无论怎么搭配都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啊。那这条黑色的短裤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腿长，不是它的裤长会比较长啊。我选择的是 S 码，它的裤长呢就已经达到了58厘米啊，穿起来的效果呢已经盖住了我的膝盖，所以呢它会比较的压身高啊，小个子的朋友们呢慎入啊。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把它的裤腿进行一个裁剪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要说它的材质是85%的棉啊，它的舒适度是有的。它比较特别的点呢，就是在于这个抽绳选择了一个白色，裤脚呢做了一个卷边的处理啊，所以这条短裤呢，它的价钱又便宜，它是一条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短裤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一键三连，我们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